去第二第一，你知道鼓是哪一段下去吗？这样对对对，我说鼓，我喜欢看电影，是有你知道，你有听过这首吗？没有，你有听过？我对，就是我们只是合一下 key 而已。六百名的边界。嗯。我就是喜欢那个，边界我觉得还没什么。它是它有过门，它过门是三拍嘛？它有门，对，它是四拍，然后过门转三拍，然后每一段都有一个过门，到了最后一段它就它的过门是四拍，对，这样很清楚吧？我觉得是一个搞笑片。啊。因为它一直在重复。那还应该没什么。那我们再来一次。那我要随便唱啊，你尽量拉，就看尽量拉。我有超度，它是C大调。C大调啊，C大调对不对？对啊，C key。我有超谱，可是我的谱给我学生，我叫他印给我，他到现在没印给我。对。